王旗已经举起准备。好，你一开闸嘅时候，独角宝宝包咗落尾啊，前面快噶嘛，中间位置以箭养箭摆前走啊，外边绿色衫咧仲有几厘红星啊，第三位疾风劲草莱兰，第四天生一对啊，第五位嘅马咧仲有闪得快啦，第六位白衫咧就威闯啦，超新星知道走三搭，不如缩一缩先啦，咁啊浅蓝衫橙帽嗰匹啊，莱兰仲有骏飞扬啊，后边嗰扎啦，咁啊有欢乐小子啦，独角宝宝啦，咁啊莱兰位置尾四财富超影啊，后边三匹马关键时机啦，咁啊神州宝驹啦，中间夹住嗰只系奇珍。好啦，过呢个八百米段处啦，前面几粒红星咧就单骑领放，接嚟咗大约一个身位，疾风劲草第二位啊，以战养战就第三，内栏第四，天生一对啊，第五位闪得快，第六位咧埋边啊骏飞扬，中间红帽白衫就威闯啊，响出边欢乐小子啊望空咗咧，蓝眼就亦都踩前啲噶啦，尾六中档位置，浅蓝衫橙袖嗰只咧橙帽啊，仲系超新星，响出边独角宝宝啊，后啲先有奇珍嗰啲马，入正咗又直路啦，前面透出嘅马就系呢只咧几粒红星，仲系占先嘅。中間疾風勁草上嚟，中檔大面箍咧，仲有以戰養戰啊！埋邊天生一對唔夠位啊！再喺入邊咧，咁啊揾緊位上嚟噶嘛，仲有財富超影，中間超新星上緊啊！最出嗰邊啊，仲見到獨角寶寶啊，鬥到嚟最後百零米，透出係超新星啊！外邊閃得快上緊嚟，中間仲有財富超影啊！接近終點，超新星贏啊！跑第二名都係有啲外閃啊，財富超影啊！咁啊走咗出嚟噶，咁啊一路壓住咗嗰只咧就閃得快一齊出去，咁啊而嗰只第四名咧就係最外邊嗰只啊，關鍵時機啊，咁啊結果呢只超新星都能夠順利孭重磅都贏啊，財富超影咧一路嗌出嚟，咁啊都第二，咁啊閃得快，咁啊第三、第四名外邊係關鍵時機。中段諗住攞翻啲遮擋，超新星一衝就過。